这也太小，觉得那也是最好的。这边呢也不大，然后它这个背景比较淡，然后这两边都是窗，所以也不方便。那走廊的话也不方便，所以的话我应该会是把这一块，把这个拿掉，然后用这个做背景，就在这边。前天在拍摄的时候收到一个 commercial 的 audition， 2天后要丢，而且是在洛杉矶的早上的9点。昨天晚上因为在拍摄嘛，芝加哥跟洛杉矶有2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所以我就想啊，我这边我7点多起来，然后录完的话最晚也是9点，9点还是比丢的时间要早2个小时，赶紧整理一下找到这个酒店这个位置。好了，我把。原来这里的台灯放到这，然后原来这边的这个立式的灯放到了这，这个柜子搬走了，这个插座有点不好弄，如果这接上的话，我这边再把这个灯打开的话，这边应该还蛮亮的，然后我就这样拍了，这样，如果再近的话，我这个空间太少了，如果纯粹是这个背景是最好，但这太近，这个距离太近了。所以我就会往后退一点，然后拍到一点这个应该还好，不要拍到这些东西，就拍到这应该是 OK 的，这个距离是 OK 的，还好。你看我带了这个架，我带了一个简易的这个支架，很简单，很轻，我收起来就特别小，我在这边也能升到这么高，这种高度也可以。Hi, this is Harley Haibin Li. I'm based in LA. Hi, this is Harley Haibin Li. I'm 5'8". Unfortunately, both of us are very busy. I have planned many times for Joshua Tree Party. 山的那个轮廓，它前面是黑的，后面是亮的，还有那个树，哇，还有风，能感觉到吗？7点钟开始，也弄了快1个小时，是一个 commercial 的 audition。那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个酒店里面做的 audition， 以前都是在家里，啊不，在我的那个小的 studio 里面做的。那
在酒店那当然就是你至少要准备一个支架吧，要不然你放在桌子上那高度可能不会合适。然后灯和背景那就你只能就地取材了，就是看看你的酒店怎么样。那我住的这个酒店非常好，这个墙灰色的我很喜欢，就是这个空间稍微窄了一点，但刚好也差不多也够了。然后我用台灯还有这个落地灯放在这里，然后这边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拍这个 close shot 还有 medium shot 还有这个 full body。 所以就很明显，就是我感觉就是大概这一两个月的进步还是挺大的，不管是在剧情啊这些 theatrical 啊还是 commercial 我都有一些进步啊，因为真的是就是你理解到了这个其实表演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而不是去加了很多东西，而是回归到一个最原始最简单，你要真实有真的想象力，把这个情景想象的就是那个样子，好，这是一棵树，那是个房子，那是天空啊，你跟谁在说话，你说给谁听，你说的时候是你在想什么，然后你旁边是什么人，你对面是什么人，你这个角色你这个人要在这个 audition 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他有什么样的困难，他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你这些东西想清楚了就非常清楚，你知道你跟谁说，说什么东西，怎么说啊，怎么变着方法来说，就是因为你要达到你的目的嘛。所以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所有说话你所有的行为 physicality 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就好像我现在录这个视频，我非常清楚我录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做 YouTuber，那我做视频希望分享我的经验，那我分享这个经验会遇到什么困难呢，就是如果你是瞎说那别人不会买账不会看那你肯定得把你真实的一些经验和你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尽量的去分享出去，然后你要说得清楚，对吧，如果是对一个你没有办法你不想跟他说清楚含含糊糊的话，那你说话就会含含糊糊，你会故意就不可能就假如你是一个学生你是一个小孩子，父母说你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不想告诉，那你肯定是就会想办法去骗嘛，就是你也可能不敢直视他。如果你非常想让对方知道你的意图你的说的话，那你是不是会说得很清晰很强调你的所有的重点，对吧，你会盯着他看，如果他做着他的事情他想走来走去，你是不是会跟着他，或者说哎，听我说好吗，你能不能能不能站定了？当然你这样是命令他，这又涉及到这个人物的关系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是比他你能压住他吗，你是不是比他更有权利，你是不是可以通过你的权利来命令他，如果不能的话你只能跟着他跑，麻烦你来那个就他做他的事情，如果你是弱势的一方，那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你只能跟着他，他做跑到这你就跟他说到这，老婆我们还是去买点菜吧，不那边贵，我们要不然我去，对吧，你就会随着这个人物的关系还有这个你的地位还有这个你想你的动机有多大，来，所有的行为都变了。
如果你并不是很想去说服他，你只不过啊，别人要你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你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你就会说啊，那个老同学说了，就是反正你去不去都没关系，对吧？你说完了就好了，呵呵，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对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我那个这个 audition 能成功啦。当然做完就好啦，就是做的时候努力的做，做之前做好准备，做好分析，然后好好的拍，用最好的可能的一个最高效率但又效果最好的一个这种环境来去做，做完之后 OK 就忘掉它，然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该做去做你该做的事情。OK， 拜拜。